各位同學，我是5B 班黃俊廷。今天我介紹的圖書就是在《愛我冒險星球》故事書裡面的其中一個系列，這個就是《開心寶貝之宇宙運動會》。在裡面呢就是講有四個超人，就是保護星星球這個星球的。而這四個超人呢就包括有花心超人、甜心超人、粗心超人和开心超人。这一集就是说有一个想侵略他们的星球，他的人就叫做杜奇，他就管下有很多的机械人，他就将机械人就做成一个宇宙运动会，就在那里假咧，呢個假嘅運動會就喺度引佢，引嗰四個超人咧就去嗰個宇宙運動會嗰度咧就喺度比賽。咁咧就目的就係咧，因為佢唔想同佢哋硬碰硬咁樣對戰啦，咁樣就容易啲咁樣去侵略佢哋嘅星球。咁當中有好多搞笑嘅人物，就係包括有大大怪呢個角色啦。有小小怪呢個角色啦，等等。咁咧，我今日嘅圖書介紹完畢，多謝大家。